那你和舅舅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解释？如果比起我，你更愿意相信几张照片、几段视频，那我跟你解释还有什么意义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你小心点，别压坏他。他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保姆啊？渣男！这药还挺管用啊。